阿四啊，今天这么早啊？啊，今天想早点去学校。看到你这么有活力，我就放心了，替你开心。哎，这条领带的颜色跟你今天的衣服不搭呀，不像你会选择的搭配呀。没事，我今天啊想尝试一下不搭配的乐趣。哦哦，好，那您用餐。好，好，我走了。早啊，千恒。对了，上次度假谢谢你啊。啊，小事小事。哎，在三亚的最后一晚，我现在想想还挺激动的呢。三亚的那个晚上吗？吴二姑、三舅、四婶，听说我用墨鱼征服了 F4，别提有多骄傲了。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原来你说的是这个。是啊，哎，那晚你没看到，我烤的墨鱼啊，让他们一个个口水流到这里，肠子爽到那里。F4 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，哇！哎，哥们儿早啊！哎，上次你看见没有？他们是真把我当兄弟了呀！之前理都不理我，现在居然打我的头，这真是亲兄弟才有的举动呢。